新朝康熙十八年的一天，时任翰林院编修的苏州人汪婉与同僚闲谈，大家各自夸耀家乡土产。轮到汪婉，他缓缓说道：“苏产很少，只有两样，一是梨园子弟。”汪婉说出的另一样苏州特产，旋即语惊四座：“状元。”说出这两个字时，汪婉底气十足。这里造这个状元亭啊，很有意义，因为状元是苏州的特产，是苏州的第一大特产啊，就是从唐朝开始，我们苏州总共出了50个文武状元，啊，其中有5个。是武状元，45位文状元。从这些密密麻麻的名字里，我们能读懂300多年前那位苏州人心底由衷的骄傲。公元605年，隋炀帝开创了进士科的科举考试，由国家采用统一的考试办法来选拔人才和任用官员。相较于魏晋以来渐被世家大族垄断的九品中正制要先进得多，这一变革使帝国内所有读书人都有了改变自己命运的可能。春去秋来，寒窗苦读，赶考路上山重水复，当来自穷乡僻壤的举子看到隐约的城郭时，希望在心中燃起。学而优则仕，这条道路在中国延伸了1000多年。状元呢，它又叫状头，状呢是报名的意思。唐代的时候，地方的考生啊，到中央吏部去考试，先要把自己的个人材料填报上去，那么取中的第一名呢？就叫状头，这个元呢就是第一的意思，就是账上第一名。它是一种公平和公正的选拔人才的制度。我们要知道，在推行科举制度的时代是什么时代？是特别讲等级制的封建时代，而这种制度是超越这个时代的，是有超前性的。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。大唐的天空下，李世民看着羽冠而入的新科进士，高兴地说：“天下英雄都为我所用了。”这样的盛况延续了百年，大唐的繁荣和尊严随即被长达8年的安史之乱击碎。安史之乱使唐帝国由盛转衰，8年战乱，北方残破。中国文化版图和经济格局的重心进一步南移，此时位于太湖流域核心地带的苏州，以其鱼米之乡、赋税重地、通都大邑的优势，已成为雄州。人口流动带来人才交流，加上历代政府和乡贤重教兴学，悄然流动的文脉终于奔涌而出，科举开始真正进入苏州人的生活。苏州的桃花坞年画里有一幅五子夺魁的年画，这是一个非常传统也非常深入人心的题材。五子登科是人们望子成龙心态的极致表达，在历史上苏州的确出过2次五子登科，第一次就出现在唐代。从唐朝我们状元里面最著名的呢，就是常州的龟氏，他全部转全了，祖孙啊、兄弟啊、父子啊，全部转全了，而且一下子在短短近40年中不到的时间，出了5个状元，
所以形成了天下状元第一家。就是家族重视功名，重视科举功名，祖祖辈辈就是考科举、考进士。从唐代开始，苏州鼎甲之家甚至是状元家族时有涌现，这些在科举时代光彩夺目的家族，说到底是文化士族，他们拥有深厚的家学渊源，随之家族科举优势渐渐成为了地域科举优势，这是苏州状元辈出的一个重要原因。苏州府学始建于北宋景佑年间，它的创办者是著名政治家、文学家范仲淹。范仲淹是苏州人，这是他在家乡做郡守时为家乡人做的一件遗泽千年的大事。在苏州府学里，我们看到元朝人刻下的文字，天下之有学，自无郡士。范仲淹呢，重视教育，他聘请了著名的教育家、理学家，南通的胡源，到苏州府学任教，创立了一种教学模式，把学生分成经义和制式两类。制式呢，就指好多经史致用之学，啊，像水利啊、军事啊这一些，所以他这种教学呢，使苏州府学在全国非常有名，这种教学方式呢，推广到全国。曾经的苏州府学，现在是苏州碑刻博物馆所在地，这里珍藏着从宋代至清代数十方有关重修和新建府学的碑文。杨进如先生是一位中学退休教师，他常年研究府学历史，对这些碑刻如数家珍。这块碑呢，是同治年间刻的苏州府学的建筑物的平面图。像这样的苏州府学平面图的碑呢，我们知道一共有三块，这三块碑所跨的时代呢，大概是500多年。杨进如说，从碑刻中可以看出，苏州府学包括县学随着历史推移越修越大，这说明苏州的读书人越来越多，读书成风也是苏州科举鼎盛的重要因素。这是藏于苏州博物馆中的一尊明代的广尧魁星像，魁星主宰着天下文章的兴衰，或许他曾是一个富裕的读书人家的珍藏。从明代开始，苏州开始成为名副其实的状元之乡。2014年清明节，在苏州城郊这片墓园中，两个老人正在扫墓。墓中长眠着他们的先祖，明朝嘉靖年间的苏州状元申时行。我呢是申时行的第14代，因为我是公事班来，凡是姓申公什么都是我们家里家属里边的。我父亲跟我讲，像我们都是读书的人家。时隔数百年，申家的血脉仍然在苏州延续。据统计，明清两代500多年间，全国共出过203名状元，其中有34名是苏州人。申时行是明代状元中的佼佼者。出身卑微，但苦学而重功名，最终出任宰相，是申时行为自己争取到的人生。张居正之后，申时行继任内阁首辅长达9年。作为性格柔和的苏州人，他怀柔隐忍，进退雍容的治国方略带来王朝的相对稳定，人们将他称为甘草宰相。甘草在中药里的功用是调和诸药。
皇权政治波诡云谲，57岁时性柔谨行的申时行竟也遭弹劾回到了苏州。当年这位甘草宰相与花草故人为伴的地方叫赐贤堂，如今成为了苏州中医博物馆，这该是一种巧合吧。万历38年的一天，赐贤堂迎来了新科探花钱谦益。这位刚刚踏入仕途的苏州人向退休的首辅请教为官之道。申时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委曲调剂，非信见白。晚明政局复杂，作为张居正的继任者，申时行能做的是调剂折中，缓解帝国的瓦解。”4年后，年届80的申时行逝世，他身后的哀荣十分盛大。明朝皇帝追赠他太子太师，谥号文定，而入关后的清朝皇帝也将他列为历代名臣。苏州状元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时代开始于康乾盛世，盛世滋生图绘制于乾隆第二次南巡之后。从这幅长卷中，我们能看到经济繁荣、文化昌盛与崇文重教之间的关联。在这幅图问世前，从清朝顺治皇帝开始，苏州已出了12位状元，而令清帝国举国狂欢的科举盛世很快也要发生。在乾隆年间啊，有一位叫钱起的考生，他连中3元，并且不仅仅是连中解元、会元、状元，而且他从县一级、府一级到省一级的秀才的录取，他都是3个第一，所以这是少见的，中国科举史上绝无仅有的小三元加大三元，那就是6元，啊，我们把它称之为前6元。乾隆皇帝把这看作帝国昌盛的标志，苏州人则立起了3元坊。苏州博物馆珍藏着清代状元书扇72幅。其中就有钱起手书的扇面：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。状元是皇帝钦点，所以又叫天子门生。一旦成了天子门生，十年寒窗的辛苦就有了回报，书中自有黄金屋和颜如玉的图景也就成了现实。毕沅也是乾隆时期的状元，后来成了封疆大吏。长达220卷的《续资治通鉴》就是由他领衔完成的。从毕沅和他夫人的随葬物品中，我们能领略到昔日状元的荣华和风雅。毕沅的翡翠朝珠用整块翡翠剖解雕刻而成，朝珠的佛头竟用每两就价值20000两白银的碧霞制成。毕沅夫人汪德的凤冠则由赤金制成，华贵的饰物后面是一个美丽而贤德的女人，那是一幕幕红袖添香、画栏起窗的古典场景，诉说着寒窗苦读后的极致华丽和甜蜜浪漫的姻缘。让毕沅终身遗憾的是，夫人30多岁就去世了。又过了30多年，毕沅与早他而去的夫人合葬在了苏州天平山下。
这只盒子被发现时，里面放着两人结发的青丝。毕沅在这只被称为同心盒的盒底刻下这样的文字：结发恩深，同学同亲，天长地久，生死同心。缕缕青丝仿佛仍漂浮在曾经的一庭秋雨中。1300年的科举时代，大约录取了数以百万的举人，12万名进士，而状元最多只有900人。科场里有春风得意的人，自然也就有更多的失意者。到了那个后期，这个弊端的越来越出现了。因为他的科举制度的形成，形成了一个狭隘的、单一的一条路径。我觉得他的问题主要在于他没有与时俱进。你从唐代开始考这些，到清代开考，那么明末以后，就西方的这个先进的科技技术已经传入了，你还跟不上，还是这个45进，还是8国文，这个就明显的落后。所以到清末是为什么要攻击科举？实际上攻击科举没什么，是应该攻击他考试的内容，怎么考法。1898年的一天，这位须发染霜的老人正在伏案记书，窗外中国正在发生剧烈的变革。他是翁同龢，随之而来的戊戌变法与他此刻的奋笔疾书密切相关。民定国事诏以及成立京师大学堂等变法的纲领性文件由此诞生。在这些文字中，状元出生的翁同龢主张废除科举。这位苏州人的人生却是从科举开始的。常熟翁家巷口矗立着状元坊，坊内是翁同龢的状元府采衣堂。翁同龢在这里度过了青少年时期和晚年，这也是苏州现存最为完整的状元府邸。27岁那年，翁同龢走出了采衣堂，状元及第的他先后成为同治、光绪两朝皇帝的老师。这是年幼的光绪皇帝，当他第一次见到自己的老师时年仅5岁。此后他们在一起相处了23年，感情深厚。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不平静的23年，难以回避的现实让他们的人生充满悲情色彩。著名的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呢，他认为吴地、苏州、常州这些地方出的政治人物、政治家呢，普遍有一个个人性格上的特点，那就是柔性。那么到晚清的时候，翁同龢这个吴地出现的才子，相当于宰相这么一个人物呢，他的性格跟一般的吴地的状元宰相啊就有不同。跟孙思邈不同的呢，他是铮铮铁骨，敢于直谏。这是翁同龢生活的时代，清帝国风雨飘摇，身历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。翁同龢说：“外患日迫，内政未休，每每中夜彷徨，悍不自闭。”对国家和时局的忧虑，使老人有了一个目光坚定的晚年。在他的支持和参与下，康有为、梁启超等人成立了强学会，倡言变法。然而戊戌变法不过百日，就在宣布变法的第4天，翁同龢被朝廷开缺回籍。变法失败后更遭到永不叙用的处分。返乡的翁同龢在虞山祖坟边建起了一座叫平影炉的院落，
并在炉木前凿了一口井，准备如有不测就投井自裁。老人病逝于1904年，第二年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正式废除。多年后，康有为成温同和氏中国维新第一导师。如今我们还能看到署名平隐居士的温同和手书的扇面，这是被誉为清朝第一的书法，魄力奇伟，苍凉老劲，一如这位智者的风骨与人生。哦，这里就是彭家的房子。时光荏苒，苏州状元们的故事仍在粉墙黛瓦间流传，这是苏州人记忆中的重要珍藏。状元辈出啊，就是到明清到晚清的时候，他对苏州的地方社会发展文化兴旺啊，发达，人才的辈出呢，都影响非常大的。所以最后出现了一种说法，叫“360行，行行出状元”。只要你在这行业中，你做得好的是顶尖人物，就是状元。这是一种荣誉了，是鼓励人们积极向上的一种精神动力。我觉得这种状元文化的它的积极意义是在这里。对今天的苏州来说，状元辈出是一种骄傲，一种积淀，一种情结，也是一种期许。长盛不衰的文脉，源远流长的家学，和崇文重教的民风，是今天的苏州面向未来的财富。